卷卷，你守他干啥？走，干妈进屋，快跑！把门关上了。啊，好嘞，坐下，妈问点事儿。坐好了。昨天你爸回来喝酒喝多没有？啊，你给爸学学，他咋多的？扶着床走。啊，吐了没有？吐了，咋吐的？啊，又吐的。你喜欢妈妈不？爱不爱？爱呀，那吃的去吧。跟小孩一样，买哦，吃风干小香肠是吧？啊、哦，是啊。夏天一定要给狗狗多吃鸭肉，因为鸭肉可以清热去火、淡化泪痕。这款鸭肉肠是用天然散养塘鸭风干制作而成，肉质鲜嫩紧实，有嚼劲，营养丰富，易消化。每天吃上俩根磨牙又解馋，一罐才9.9米。快给你家毛孩子安排上吧。